好，请一位来宾朋友帮我抽一张，王一登小姐，来，请你随便的抽一张好吗？好，这一张。OK，好，然后让镜头看一下，好，好了吗？Yeah。OK，那现在请你在这边把它放回来，然后我现在呢很简单的在这边切个牌，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等一下一定就是魔术师很神奇的把观众的牌拿出来而已，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要找一个我的好朋友，大家不要紧张，不是那个灵界的朋友。喂，哦，这个有动物，白兔是我的好搭档、好助手，他叫做大白兔。三个枪，跟大家打出上台一鞠躬。你好，可以。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小白兔，可爱。OK， 好，等一下要请你去闻出他的牌 ，OK 吗？确定哦，靠脸哦，不要给我丢脸哦。好，拿出来。OK， 相信他已经找到各位观众。这张是红心六，掌声鼓励一下。不是啊，怎么我打不太对哦？我差好多，不是，真的不是吗？真的不是哎。我先把它放回去。哦，你在搞什么东西啊？我第一次带你上脸就这样。哭了，好可爱啊，可爱呢。喂，不然这样好了，下脾气了。等一下，请那个怡恒姐姐亲你一下好不好？好可爱。哎呦。好，那现在呢？我这里有一块透明的板子，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张透明的板子。好，我现在把刚才那张牌放进这一张透明的板子里面。OK，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是一张红心六。对啊，那现在我给你一次补救机会哦，你不要再搞砸哦，大家仔细看好哦。怎么会这样子啊？厉害的兔子！这个名字真的好多，你看这个，哎，这个老师我给你，我这个看你朋友去吧。今感じましたカードを列のトップに向けて一度カットします。もう一度カットしましょう。それでは今から指先の感覚で今感じましたカードを探してみます。おそらくこのカードだ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それですよね。違います。ハートの6ではなかったですね。で、こういう時は、この黒いクリルケースを使います。このケースの中に、今のカードを入れて、ちょっと手を出してもらいますか。マジネをかけると、今選んでましたカードに変わります。ちょっと見てみますか。